香蕉变软后放大1000倍，再切点好的果肉。上镜观察，这是好的果肉，奶白色的果肉充满水分，很饱满。再看看变软的果肉，肉眼看着没什么，实际已经开始变质。变软面积小的话，大人吃没问题，小朋友和老人不建议食用哦。快转发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